be educated, 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. Take me back to before the new. Rewind, take it out of cue. Innocence can be a young man's game. Signed up for the hall of shame. I wish I knew.依按照您的吩咐，找了城中记忆最精巧的工匠，雕刻了这几个字。采取准备一个精巧的锦盒吧。秦安生，你差不多得了。我是你们家军师，我不是你们家跑腿的。你老让我干这个。云军师，心思细腻，聪明绝顶，精明能干，别具慧眼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小我有云军师懂我，这件事要是交给别人，我不放心。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花言巧语了？不就是精巧的锦盒吗？交给我便是。那个，你刚才夸我的那个形容词。是时候找个时间，好好聊一聊你的身份。你放心，我今天叫你来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。 怎么又喝酒？你是这些年第二个会关心我的人。我们换回来吧，我会去向将军说明一切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王爷他也是在意你的。你太天真了。 就算我们真的换了回来，我相信萧寒生他不会在意你究竟是谁。但是我太了解子恒的脾气了，他就算爱我一时，也终究会厌倦。你不是疑惑为何我会钟情子恒到如此地步？ 其实相国府的女儿没那么好当。我记得小时候的一年元宵节，我二哥叫我去看烟花。我以为他让我跟他一起玩，原来他们只是打赌，想看看我会不会蠢到炸伤眼睛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子恒冲出来保护了我。从小到大。 这是我第一次懂得被人保护的感觉。现在还不是换回来的时候，你再帮我完成最后一个任务，我不光会换回我们的脸，更会让你们姐妹团聚。
可是如果真的换回来，我便不再是将军夫人，我又该以何种身份与将军相处？老伯，对不起啊，姑娘没事吧？没事。王爷，你是何礼数？滚！住手！将军，福陵，请御医，府中所有人回避。诺。御医呢？御医呢？小寒仙，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吗？他现在已经懂。小寒生，居然敢动本王！她是我的女人，你胆敢再动她一下，打死你！